位由财政司司长曾俊华、新地主席郭炳联以及港交所主席周松江主持。比赛在全港最高的环球贸易广场举行，分别设有队制接力赛和个人赛。参赛者要斗快跑完2120级楼梯，到达位于100楼观景台的终点。主办活动的新地话，会将今次活动筹得的善款全数捐给公益金，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照顾和支援服务。香港风频电视记者林佳瑶报道。